家好，大家好，我是阿星，这是阮老爸，今年54岁，是太平区新兴里16年的资深里长。除了里长的身份外，他也是大地园艺公司的大头家。请阿青小姐，你有什么事情吗？没事，不要来烦我了。你觉得当里长要有哪些特质？当里长，脾气要好，口袋要深，头要很软。头要很软。对。为什么头要很软？你看到人都要点头，看到人都要点头，到处都认识的、啊。哎呦，你觉得你有这些特质吧？哎呦，认真。哎，最主要有服务的心。然后还要所以才可以做这么久，是不是？嗯。记得小时候里长选举，我总会跟着老爸坐宣传车拉票。当时我还以为他是这个里的大明星呢，长大才知道，当里长并没有外表那样的光鲜亮丽。来，欢迎加入我们今天公路家族的行列。这两边总共有11个公园，不是我们公司的。有时候因为他的完美主义，所以对工作细节的要求很高，对员工也很严肃。这样子的个性虽然有好的一面，但有时候也很够难玩呢。其实就这样子起起落落，对啊，从最高峰然后到最谷底，然后爬起来。因为其实原意也不是一开始的事业，是后来慢慢才懂。对。那你为什么後來？其实我这个人很不安分的，我差5、6年就换了工作。嗯，看得出来我跟你差不多。嗯，但是我所谓换工作，我不是去辞掉喽，我是自己成立事业哦。老板。我不知道创业要有多大的勇气，但看着我爸从搭帆布、种玫瑰到创立园艺公司当老板，那勇气大概是梁静茹给的吧。工作占了他生活的大部分，每天总是有接不完的电话、做不完的工程，还有算不完的账。仔细想想，他这辈子似乎都在做照顾人还有照顾土地的事情。走，回家吃饭吧。如果不把两只小宝贝算进来的话，家里我是最小的，上面还有两个姐姐和一个哥哥，所以啊，继承家业这件事看来是不需要我操心。难得小朋友回来吃饭了。关田呐，反正等你。慢点，阿奶要装。慢点，哎，我要放菜。哎，怎么有？你先装罐，你要等多久？下次就好。你要吃吗？没关系，没办法，我今天有点有力。没有把它爬平就好了。我要弄平，你帮我弄成一堆，来，把它用来。专业哈，臭屁。
出声一点，嘿，压紧一点哦。怎样？我怕那几颗会活不了。不会啊，出自我手，绝对是。好，还一颗。你们叫红，这里有个红点的没有？有，没有。红色点啊？嗯。那边是啊。有。是。你看，又一直出去，你看。有，哎、欸，真的，拿进来一点，来一点。好 ，OK。你叫我们做工程的，坚持。再过来一点。即使园艺是他的事业，但一有休闲时间，老爸还是会在我们家后院种花种菜。看来他真的很热衷于真人版的开心农场呢。厨房就像是我的许愿池，虽然不一定每次都会实现，但老妈总会记得我们爱吃的菜色。把它煮什么？生肉汤。哦。哦哟。这样搞定。而一年中，我们一家人大概有300天会这样一起吃饭。你这是甜的吧？我应该不会十八号就回来。不是甜的哦。因为21号还有事情。你要干嘛的？我要去移动一下。哪是带我去？是你们要买衣服好不好？我是跟你们去。你过年要去你跟哥哥买衣服吗？不用，等过完年打折了再说。那、之前哥哥两3000块没有用，他用鞋子都4000-5000的那样。对、啊，怎么够他买？我都要两双鞋子1500。两双1000，你买那么便宜的吗？无印良品啊，全鞋全家。嗯内折，内折。内折有卖鞋子吗？有啊，只是很少，大概就是像那种板鞋。一年之后要怎么办？不要，应该不要再煮了吧？做得下吗？没有啊，不要煮，做不下、啊。不要搬来这里第一个过年。对。哎呀、啊。那个长桌要搬回来还是不用？没有，去餐去工厂吃就好啊。好，而且你这样也不会把家里弄乱。可是没有厕所，那很方便。在哪里？对吼。我把订桌。做好就叫。没有看到人啊，弟弟。这可是没有。安静。嘘。没有讲跟我说。哎，财神来了，我出去吃饭去。好冷。哎呀。中民中山惠民中央。可以再研究。那我真的变成 taxi driver。小时候读过一篇朱自清的文章，因为拍这部片一路跟在我爸身后，我似乎也看见了老爸沉重的背影。这天我家门前在修马路，我爸说，等这条修完，我们里就没有凹凸不平的路了。康康。
明年应该有机会。就带回来给你看。明年啊？是啊。好，不要像哥哥一样骗我的。不会啊，他那个就是吃个饭回来就说分手了。啊，那如果我哎，你会来沙鹿找我们吃饭吗？会。真的吗？真的。啊，我会不会被你吓跑啊？不会。确定？那男生这样子被我吓跑的话，那就他没尬死。啊，比我小可以吗？比你小。是啊。不好吧？为什么？啊，如果就刚好遇到比我小。那就换一个吧。为什么我同学他们都也是交比他们小的？不长久，不骗你。干嘛呢？老昂在秀肌肉啊！这个你会开吗？你要让我开票？不行，我敢啊！我怕你不敢的一样。你忘记你第一次让我开车的时候，那台车怎样了吗？这天，老爸可以把下午的行程空下来，约了多年的兄弟聊聊最近心烦的事情。可以啊，我这有打你这个，你要什么东西？换你需要什么东西？换你需要，我家里泡一瓶不转的。哎，阿弟，我问你，茶？没，我不会理你，我怎么敢去？哈哈哈哈哈哈！我家里泡一瓶，一瓶，阿弟，你秘书，我做的，你秘书爱我，我做你种爱红酒，红酒红酒，我那个先的。你一会儿在红酒，你等我这样子红酒。总之啊，没你这样无法度来点，你已经做到这样，你已经做到叫我们百倍了，你都敢讲？哇！你知四百倍的阿妹的无？你是偌济人？你知无？我知啊，老爷，你也知？我都放手。你这工作必须呢，这拢伊在讲内底呢。肯定是可怜的，从来拢做假的，哇！那可以死人的。第二阶段。第二阶段啊？第二阶段。啊，所以他，啊，时间到当时，第二阶段连锁。哇，然后现在他连锁不准问，他都给他十天嘛，给他十天，到11月2号都搞，他完全都没动作，一去白沙一拿钱就没做，白沙怕我们第一个人做啊，那无去提，那边你啊，你该怎么了？喂，马少嘞。近几年，台湾三不五时就出现罢免的风波，从市长到里长都无一幸免。但是罢免这两个字背后所要承受的，又有谁会懂呢？这些看似离自己很遥远的事情，却真真切切发生在我的家人身上。在经历这次的风雨过后，我想跟老爸说，不管发生什么事，家庭永远是你的避风港。因为工程上的一些误会，老爸被当地自救会发起联署。第一阶段480人经过审查，结果只有6人是当地里民。我不知道这样的事情是否也在其他地方正在发生。但如果罢免背后是充满着造假和污蔑，那么正义到底是什么？立委林长佐罢免案呢，再剩倒数时间要投票了。林长佐是跟妻子为了反罢免首次合体总机，而且罢免投票率刚好呢，就是大专院校的期末考中，所以还特别呼吁年轻学子，期末考刚刚准备，不过票还是要投。立委林长佐和妻子 Doris 穿梭在万华巷弄，热情相亲还奉上基金。罢免倒数剩下几天，平常低调不太露面的妻子 Doris 也首度合体林长佐。还好哎，他蛮坚强的，应该 OK 啦。这回答的确很 rock， 毕竟 Doris 也是闪灵团长，而罢免方常常抨击林长佐三加十一有联署，让万华饱受疫情苦，而这回林长佐有备而来。志工朋友里面有很多是我们5月的时候在协助的这些确诊者的家属，他们那个时候其实。伊倒无休，你看伊倒其实偌久时间都还用休啊。吼、哦，好好好好好。好，拜拜，再来，再来。
要多一点。而且选了那么多次，我对立面的一定会很多人啊，都一定是从选举接下来的恩怨，到服务案件接下来的恩怨都会有啊，心很累。好，我们中部路段这里要北上虎岩系统到彰化镇北道，以及南下的彰化交流道过后都车多，尤其北上的虎岩系统。爸，忙完了没？饭煮好了，等你回来吃饭。